丹丹姐最后的映照作品。我特别激动，我感觉我眼泪当时是飙出来的。我觉得她太棒了，我没有想到我妈会有这么大的可塑性，因为她在我心里就是那个我给她打造成的那个样子，然后突然来了一下这个，我就觉得我太让我惊喜了，所以我才哭。森怡都看哭了，因为我第一次看我妈这个样子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太颠覆了，而且我觉得这张照片太好看了，我太喜欢了。看你还敢不敢让他带孩子，是非常突破的一组哈。